最後200米啊！首先板正太中間上咧好勁咧，就呢筆創新呢啲連貫嘅跑位，開面湧上啲咧龍星雲起，中間上咧起運孖寶都幾走勢喎，開面白龍佢追唔到嘅，好啦，最後100米突出為起運孖寶，開面最勁咧就係龍星雲起，開面咧仲勁咧，咁啊呢筆白龍佢過咗啲白龍佢人頭獎再次，龍星雲起跑第三名，起運孖寶第四名先都連快啫。